家好，我的名字叫黄班长，今天我要来第三集的乱问乱答，然后这一次是大勇跟 Roland。Hello， 完蛋了啦，这样两个都不要讲话，哈哟。来，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我跟 Roland 掉进水，你要救谁？救你啊 ，Roland， 美呀！啊！中啊你肥肥啊OK， 又是我最爱的问题了，会唱歌吗？唱几句来听听。不会唱歌，好不好？唱听快点唱。什么歌？随便，小声音。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唱一句啊，唱一句啊。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哇，你要我唱什么？随便咯，你最厉害唱的。随便咯，随便咯。Alright， 你的初吻给了谁？哇，这个难哦啊！给了，直接讲很明白，没有理由，没有啦。给了我的第二任女朋友了。你这一生中有几个女朋友？我多。四个啊？四个两妹？四个。我记得小学有很多、哦，喜欢很多个，可是有爱有四个。有哦。我就讲没有可能，他以前很多女朋友了。哪里有啊，小学很多时候你还叫我拿信给那个什么女孩子谁谁谁谁谁啊给很多给很多，喜欢而已喜欢而已，情深啊爱情骗子啊你的初吻给了谁？当然是第几个女朋友？第一任啊。第一个女朋友啊？嗯，哇，第一次就来了，反正啊，哇，强力啊你这一生中有几个女朋友？不会多啊，三个而已，你们就好了。 Lonely哈哈，真的巧。你觉得自己会帅吗？不错啦，不错啊。那原来你觉得自己会帅吗？蛮帅的。哈哈哈哈，不帅。今天都很帅啦，现在多咯。没有错的嘛，人是会变的嘛。老人，你打算几时结婚？人的话，25到28。20哦，刚刚生日过了吗？啊？马上结婚？啊啊！关于你问我生日几时？马上结婚了有几时？我都没有参加过你的婚礼了。25啊，25啦，25。嗯，我不打几时啊？你不用了嘞。100%。你们要跟一个很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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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孩子在一起，还是要跟一个很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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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孩子在一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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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被狗咬，你要哪一个？被狗咬啦！被狗咬啊！对啊，你这样缠全身都是骨头啊，狗也会觉得你蛮美味的。我应该是给狗咬，给狗咬，因为我给狗咬过嘛。真的吗？所以我懂那种痛了，再经历一次没有什么。很痛，那时候是屁股没有。真的吗？今天 video 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笨，没有关系，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拜拜。